那么台长最后跟大家讲几句话啊，很开心，法喜充满，跟大家在一起结缘，和众生和大家，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，大家都是台长的好的佛友，台长永远爱你们，要记住观世音菩萨爱你们的，你们一定要有信心，不管人碰到任何的困难曲折，一定要坚持住，菩萨一定会救我们的，听得懂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一定要相信观世音菩萨的存在，只有观世音菩萨才能救我们，因为观世音菩萨不但管着天上，他还管着人间，我们就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三圣里面有没有观世音菩萨？难道观世音菩萨不能把我们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吗？好，希望大家更好的学佛修心，台长谢谢你们，希望你们成为永久的千手千眼。我今天感觉就是在天上一样，我跟菩萨在一起在开法会，所以你们大家都法喜充满，希望大家好好学佛，不管学什么要坚持，我们人间什么苦难都能克服的，因为我们心中有佛有菩萨，我们不会失落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台长很喜欢你们的，好好念经啊，很多人能够把台长的法身求过去，你们有本事身体不好，台长晚上法身来救你们就好了，听得懂吗？好了，但是不要叫我太多，我还有肉身，我很辛苦的，你们最好叫观世音菩萨，听得懂吗？谢谢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。